OK, beautiful， 完美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八点了，又开始播了。今天分享甜饼，做那个米煎桂，顾客有的没有看到的，我现在做给你们哈。哇，太忙了，哇，太忙了，哇，很期待。两点开完，四点又停一下，然后啊，顾客接单接不完，然后又拍八点又要播，哇，人生有这么完美，太好了，太高兴了，太感谢这个平台，也要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资源，谢谢你们啊 ，Thank you 哈，啊，那我们就开始嘛，然后你们今天有没有分享煮什么东西的呀？有煮很多人分享过来呀，煮很多很多东西呀，好，我也看不到里面，然后我老公在那边念给我听，因为我看不到里面嘛，然后啊，我老公会在那边给我知道顾客今天煮什么，有的顾客今天炒那个咖喱干的，他说也是很好吃，超级好吃，那个安迪讲最棒。卤肉那边，蒙内那边的最棒，也因为他跟我买很多年窝了，然后跟我第一次跟我买窝，讲我家里很多窝，买一个就好了，买一个就好了。哇，他今天又买了三个回家，一直煮一直煮，太开心了。他说太开心了，就主要开心。Hello, Colin Andy. 啊 ，Colin Andy 呀，窝后啊。See you again, Andy. 对 ，Andy 呀 ，See you again, Andy. Thank you. 好，我现在今天教你们做蜜煎桂呀。你吃饱没有？顾客问。吃饱了，刚才刚吃这个咯，啊，这个还有一点点咯，这个米粉咯，刚才不是咖喱炒米粉这个咯，还有一点点还没有吃完咯，咖喱差不多完了。顾客在等你煮黑乐米，还有波波恰恰。波波恰恰买不到啊，哎，去白美呀，一直找不到，去不是白美，新收一直找不到，以前啊找得到的，现在找不到。断货了是吗？断货。摸摸叉叉其实很容易，我番薯买的呀。番薯，摸摸叉叉是不是番薯？跟那个马那个大家晚上好。啊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摸摸叉叉是不是番薯？跟那个烟对。然后啊，还有那个一粒买不到。那个叫什么？Jelly 啊，那个这个木薯粉做的那个一粒那个咯，沙粉买不到。沙粉啊。对了，那个买不到，我做不了。我番薯都买了，找不到。你看我今天啊，我去买番薯都买了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，我没有办法煮那个一粒的那个，好喜欢番薯，找不到。啊，这个你们试试看咯，反正窝不粘底，不超大，太好煮了。那个妈妈炸炸很好煮的。晚上好啊。然后还有那个黑米，那个黑糯米那个呀，你拿来用这个三号的窝煮，那个黑糯米拿三号的窝煮很好吃。我以前家里经常都煮，啊，因为现在呀我很热，我每天都播不可以吃黑糯米，黑糯米是热的，吃了会发热啊。发热。我不敢煮出来，等一下啊，我吃发热了，没有声音了，好完蛋，没有得主播了。我有一段时间啊，本来今年四月五月肯定一定要休息呀，因为声音。顾客老公用四号的锅来煮咖喱很好吃，和萝卜糕。萝卜糕走了哈，点赞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我今天做这个，做那个顾客要求做这个。哎呀，你们忘记了嘞，我做的都忘记了。你们做那个蜜煎桂是不是自发面粉跟那个煎米粉对吗？啊，对，煎米粉，自发面粉跟煎米粉混合拿来做。对，我忘记了，我去现在去调这个粉。这个调粉，这个用煎米粉调粉。我现在去调的拿来做蜜煎桂，蜜煎桂做的美美的。我用这个调。这个呀，我用这个调。这个条明煎贵、你们都吃饱了哈，应该八点了，本来我七点九个字就要开了，但现在八点开，哇，很累，时间在赛跑，很快，有的顾客呀，要来我家楼下呢，哇，赶的，我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呢，啊，就是冲个凉而已，然后啊，这个一直在忙，一直在弄，顾客就不停的，
我住家的，我住这边，我楼上的人也很多人来买，很好笑的，住了这边二十多年了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卖窝。然后我看，我说不会呀，这个很熟嘞，天地大上大下很熟嘞。OK OK， 我现在教你们这个真的饭很好哈、哦，这个呀，你们有没有拿来煮饭呢？送给你这个有没有拿来煮饭呢？煮饭很好哦，不会超酸的、啊，不会超酸。One cup water, one cup rice 啊。啊，对，一杯水，一杯米就可以了。好，放下去，要用最小的火啊。糯米不用啊，糯米一点点水就好了。今天有一个顾客分享上来，超好吃，第一次煮，没有煮过，他说超好吃。他应该用什么锅煮不知道，他煮蛮多了嘞，他煮一个整盘啊，第一次煮，超级好吃哈，都可以的。我现在这个我用那个三汤匙哈。三汤匙，我今天要做一个钟头，哇，我的眼睛要弄下来了。等一下晚上还要背货，还要去卧槽背货，好，都可以的。那你们很棒很棒的哈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等待哈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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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， 啊，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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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顾客都想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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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太开心了。这个如果啊很辛苦都要眼睛都要睁开，因为看到 money。看到 money 很高兴，见钱眼开，见钱眼开 ，OK， 哇，没有，最主要让你们也开心，因为我马上送货给你们，你们马上订，我们马上做给你们，最主要要这样，这个信任嘛，对吗？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哦，最主要喜欢好用，又好洗，又好煮，煮了家里不肮脏，顾客都讲煮了家里不肮脏，这个跟你 guarantee， 我没有 guarantee 的啊。我的窝很好玩的，你要想煮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用大火就对了，因为它温度太热，温度太高，好吗？你们在家里都是用中火煮，好吗？中火煮 ，OK。我现在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是自发面粉，我三汤匙。口令呢？他讲，煮饭用小火，煮饭很好吃的，很快。我都是用最小的火了，不用管它，反正煤气炉一开就是最小的火，完美到完。因为我家里是用煤气炉煮的，你懂吗？这个我很好用的。好 ，OK。然后这方面粉这个放的，然后就这个煎米粉哈，煎米粉不用说要一汤匙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哈，煎米粉一点点。Fiona 问 ，Can I buy and pick up tomorrow? Of course can、oh.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。明天来拿可以。可以呀、啊，明天来拿。五号的我省一点的，应该明天还有做一天嘛。明天做一天，那这样啊，我就放糖，然后我自己吃，我就要用自己的好的黑糖，减到那个糖分，黑糖，你们在家里用白糖都可以的哈，白糖都可以的，黑糖一汤匙放下去，拿完，我现在就用一点苏打粉，这个用一点那个苏打粉放一点点苏打粉哈，苏打粉放一点点。这个叫酵母粉，放一点点 ，OK， 啊嘎嘎了，我也没有很认真做，我也是随便做，然后跟它搅均匀它，这个搅均匀它，搅均匀它，你就放一粒鸡蛋下去，这个做面煎会放一粒鸡蛋比较滑，这样啊，跟它搅均匀它，搅均匀它，好了，放一粒鸡蛋，去拿一个母鸡蛋来，放一个鸡蛋进去。好 ，Jenny 讲你的锅很好用，今天他女儿拿来做部队火锅。啊，很小声啊 ，OK， 应该没有力气的，很小声 ，OK 可以 ，OK， 今天很多人啊，有一个顾客跟我讲，哇，那个虾炸的卖相美到啊，肯定的，很美的哈，跟他讲一下，这个鸡蛋放下去也跟他讲一下。完美呀！我是阿嘎嘎做的呢，也是这样。好，这样阿嘎嘎就好了，不用很认真的。这样好，最主要买回家一定要开心啊！开心我们也开心，来我们也开心嘛。如果你们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。对了，不好用哈。原来美好粉丝哦。谢谢你们。你开心，我们也开心。对喽、大家都是一样开心。开心，我们最主要一定要开心。疫情这样哈，不开心也不可以。你看，啊，多么国家多么多，美国啊，吓死人了，好可怕、啊。他们啊，我姐姐啊，哇，都没有啊，都在躲在家里，都怕死了。
还有我弟弟讲啊，东西要买两年，嘿，买两年干什么？他跟我讲东西要买两年，我跟他吵架，神经病啊！他跟我妈妈讲东西要买两年，我跟这跟他找一下，把它放一下，然后放下去煮那个面筋，会做很美。有做早餐咯，早餐做一下咯，都可以的。非常每天好像都在煮，嗯，太棒了，太开心，有一点开心了，开心过头，有一点开心过头。谢谢你们啊，因为你们都是分享出去，你买了一套。变成身边的人都会买，每一个顾客都是这样偷偷讲啊，哇，我两个窝都很多了，拿完现在家里五个窝，你看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还要加一个炒菜的窝，是不是五个窝，对吗？是的，五个窝，太美了，谢谢你们，太感恩了。华丽啊，又介绍朋友买一套，对呀、啊嗯，对呀、啊，一直买的都是一样的地址，很多样，一直买的。我另外一个姐妹杨在送货，她的老公讲，她都是包盛港跟蒙哥那边，哎呀，全部都是那几个买呀，哇，太高兴了，嗯，太高兴了。OK， 所以琳达问酵母粉和那个苏打粉是一样吗？啊、不一样的。嗯，酵母粉是酵母粉，是吗？我也不是说很厉害的呢，阿嘎这个酵母粉、啊、我从来没有买过啊，因为我妈妈姐姐很喜欢做馒头，我到现在馒头还没有做过，我就是买了本来要做馒头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做过。Pancake 的粉还有什么粉呢、啊？还有一点点，好像啊，我现在这边调的这个汤匙三汤匙的自发面粉，然后啊半汤匙的煎米粉，来我等一下我看煎米粉。他们这个只 rice flour、嗯、然后还有啊一点点这个放一点点，好像小小的汤匙跟它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啊我本身是放一粒鸡蛋，我是吃黑糖，放一点黑糖好吗？都可以的哈、啊、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下午收到货了，也收到货了，好满意哈，都是满意的，谢谢，孔分满意，我爱你，你也要爱我，有这么好的东西。美女，你讲话很好，很可爱。对的，我们要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我在巴沙也是这样，好像疯婆子一样，每个安迪跟我很好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也是这样哈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这个这样可以了吗 ？OK， 那这样就画一下，给他画一下。这个要跟他画一下比较美，好，这样哈。这样要我们要这样，汤匙你们在家里有那个做那个搅东西的那个更棒哈，都可以的。然后我跟他放住这边，画一下哈就可以了。然后做那个面煎柜，面煎柜做的很漂亮，完毕了哈，啊？太小声了，我儿子讲很小声啊，因为没有什么精神了。对了，精神状况很重要，因为晚上也要拉一下，因为有的顾客介绍顾客，他们不知道。好，他们有时候做工他看不到我的货，好，都给我们也要看一下哈，比较好。你很多粉丝哎、欸，很多粉丝 ，thank you，、嗯、很棒。我妈妈讲、嗯，我姐姐讲，很棒，太棒了。顾客问你会发脾气吗？发脾气呀、啊，我宣起来呀、啊，我是跟我老公宣而已，跟儿子不会，儿女不会宣，我老公还给我骂死。今天不可以骂他，因为他今天生日，我不可以骂他。没有啦，开玩笑了，都是宝来的，我们很开心的，很开心的。OK， 那我现在拿来煎一下，看看可以了吗？哈，嗯，所以你们要看价钱吗？有的顾客新的朋友要看价钱吗？要看价钱，我们可以做给你啊，因为这个窝差不多要完了，差不多要完了哈。一号也要送完了。都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五号也没有了，五号应该明天做一天嘛，也没有了，都卖到完了。那个 NWE 的也没有了，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谢谢你们哈。酵母粉，酵母粉开过要收冰箱，是吗？要收冰箱吗？不需要啊。我这样拿来弄啊，我用很久的嘞，是吗？要放冰橱吗？我这个还不知道嘞，因为我跟你讲我是傻逼傻逼的，你们自己喜欢啊。哎，我放住这边这样的不会坏吗？好，我或者跟他讲紧紧的。谢谢你们的爱爱爱哦，网红女主播。哇，谢谢了。
哇，太棒太棒了。那现在很多安迪回来了，就是说他以前我在巴萨买的，现在很多人都进来的，都进来的啊，都进来的，现在找不到的人都找到我了，很多很多的，很开心啊。今天啊，那个振华的自己驾车过来拿，很开心啊。本来想为什么不见掉啊，跟疫情的都没有看到你啊。今天买几个窝，总共买了五个窝，美容膏跟我买三个，他用过我美容膏，那个防晒膏他用过了，今天买三支回家，很美的哈。那我现在窝给他弄，这个是四号的窝啊，四号的窝，我现在用这四号做。是他或你家看得到香港的粉丝，香港的粉丝啊，盛港华丽，盛港很多啊，蒙哥盛港很多，超级多。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穿红色衣服，然后又找了，刚才不是咯？那个窝咯，又找了，一直找了。每个人都是你逼的，太多你逼的，还有一个做公寓的。也是一直熬了，还差一直买，一直买，家里应该有十多个嘛。他说超级喜欢，不愿抹地，煮的东西不愿抹地上，不愿抹地上。现在用的锅是四号啊。我这个是对 ，PC 四号。CP 四号。CP 四号。我现在做哪来做民间柜给你看，很漂亮的。过期了。这样你们一定要这样啊，要这样水才可以做到完美哈，都可以的。我今天有看到一个顾客煮那个椰浆饭，那个 purple color 的那个椰浆饭，我改天也去找那个花。啊，花写错了，今天写错了，不是买二送一啊。写错了啊。今天是买三送一啊。OK， 这样放下去。货没有了啊，要快点下单啊！买三送一的货也是没有很多了。没有了，五号是没有的，五号你们恐分没有了哈，五号恐分没有了。好，我现在跟他盖住，明天会要盖，盖得很快熟，好吗？跟他盖一下。然后明天会也是要用中火啊，不可以用很大的火，因为要慢慢给它吸收，然后下面放下去，很美。然后你们在家里拿来包花生哦，包花生。我今天去买这个盘子买一个，很 cute。好，放下去煎得很脆的都可以的，很多顾客都煎了，太美了。最主要你们买回家稍稍不要用肥皂，稍稍可以冲水的，然后才放肥皂芯，好吗？都可以的，因为肥皂是你进去吸进去，它陶瓷很容易干，只要你家里的煮好了冲水下去，然后才放肥皂，不要反放肥皂才冲水，那个就不好。好，都可以的。其实你们这个窝买回家很值得的，很值得，因为现在老板四个窝 offer， 我以前买过啊，我以前这个我买过，我都$17了，这个17块美金来新加坡都要20多块本钱了。这个窝啊，我以前在丹佩利这个窝卖了好多咯，因为这个窝很深，可以煮两包快速面，丹佩利顾客很喜欢，丹佩利那边巴尔多的顾客呀超级喜欢这个窝，哇，这最近都没有去那边买。啊，这个维坤一个粉丝说。早老板娘早上收到货158，我要买肥皂三粒可以吗？我自己过来拿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自己过来拿。啊，来我家拿。你打电话给我，没问题的，打电话给我就可以的。那个肥皂还有120粒，卖完也是没有了，要等到下个月货才会来哈。谢谢你们了，好吧好吧，很多东西一下子就抢手了，谢谢你们。最主要很棒，顾客棒，我也棒，对吗？最主要开心啊！你们帮我分享出去吗？然后我的这个粉丝很多，我们就很多东西买咯，好像下个月砧板那个刀很美呀，啊，这个刀啊，我都有订过来呀，好漂亮的，可以砍的嘞，不会花的。这个玫瑰也不会脱的嘞，你外面买的这个会脱的嘞，这个不会脱啊，我用很久了都不会脱的。很多东西不会脱啦，好像我这个刀都有很多年了，不会脱的。那，这个米金会你跟他盖住，要盖的，他那个上面那个粉才会熟，好，都可以的。我试试看，我也很少去盖的，反正很方便的哈。最主要你们买比较方便，怎样玩都可以的。炸东西也是很美，那个哪里的顾客今天分享过来，哇，炸虾很漂亮，美到了。
没到吗？炸虾真的很美，因为这个三号、一号都炸得很美。我明天去买那个香蕉拿来炸。那个安迪杨，我问他什么粉，他炸得很漂亮。美到王啊，香蕉啊，香蕉炸咯，用什么粉炸？应该也是用这个咯，这个粉炸咯，应该啦，应该是用这种粉炸了。这个粉炸的很好吃啊，我每次家里的年糕嘛，过年做年糕，我都是用这个粉炸，很好吃的。好了，这个跟他关火，这个明天会就煎好了，很容易的。啊，你们在家里方便又好用啊。嗯，我们现在呀，这个窝都在 offer 咯，好像你们买这个三号的窝 ，CB 三号。红色大红，富贵青，富贵青，啊，安美海南，呵呵，富贵青，富贵这个是红色 ，sorry， 富贵青，我一讲青色卖完了，现在是红色这个是30块，富贵红，30块哈，30块，然后啊，还有这个四号的，就是我煮的这个四号啊，很漂亮，这个四号的都多少钱？四号的是35块。35块，外面这个窝都是卖68块，保证的，68块108。你如果有去寿滨走完，那个安迪也是在那边做民间贵，100多块。这个因为陶瓷做的料都是100多，哦，不可能卖便宜的，哦，好像顾客买回家，这个是几号？这个是 number four 高的煮咖喱鸡、白斩鸡、煮炒米粉都可以的。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是40块，细爪扣。40块哈，都可以的。你所有的这边窝买3个，我们就送一个这个窝给你，送一个这个煮饭5分钟就熟了，煮饭5分钟，米多少水多少，5分钟就熟了哈，很美。OK， 我现在这个好了，明天会好了，应该超大了嘛？还是有，跟你们讲话讲的有没有超大？哎呦，磨超大，啊，超大，有一点超大了，有一点做太厚了，你们要等它。等它发酵一下，不要马上做，马上做没有这么美，好吗？等它发酵一下，然后变成面包了，也可以吃得到。这样放花生，啊，也可以吃得到花生啊。你们在家里这样花生就放下去，我有点做了太厚一点，好，这个花生放下去，等一下我老公吃，我老公喜欢吃这个花生粉，做马吉的粉哦。那我现在做马吉给你看啊，马吉也是很漂亮啊。我们晚上玩一下。随便煮一下哈，随便煮一下，因为太多东西吃了，我都打包出去了，咖喱鸡也打包了，那个芋头糕也，那个菜刀柜也打包给你家，哎呀，不可以呀，自己家里米粉还有嘞哈，这个蛮不错的，这个脆脆的，啊，都可以的哈 ，OK， 然后我这个做好了，我现在做那个马鸡给你看，马鸡也是一杯粉一杯水，啊，再做一下，我们做这样的。太厚，那么就不要盖嘛，不要盖，看看很快就好了嘛。这个窝煮东西很快呀，一下子就熟了，一下子就熟了哈。哎，要看我煮白砂甜饼吗？哇，那个太好吃了嘞，要看吗？甜饼吗？没有看过的人要不要看那个煮那个山药煮甜饼啊，煮汤圆很好吃。山药什么粉？那天什么粉？顾客要看粉哦，这方面粉啊，民间贵炸粉哦，炸粉是这个。我卫视部那边不是有了吗？有吗？我没有看啊，没有看吗？嗯，看得到吗？啊，巴沙买的，这个是槟城的粉。他拿来炸虾，炸什么东西都很好，啊。厨师煎炸粉。嗯，厨师煎炸粉很好啊，用很多年了。我一般来说，就过年啊炸年糕给安迪看，安迪都喜欢，可以吃的，很好吃的，很脆的，很脆的。嗯，看到，不要看了，他们不要看了。嗯，拿去吃吧。哎，小心啊，有花生，这个整个盘拿去吃。不美呀，还有一点超大。炸大也不年底了，有没有咖鸭？咖鸭不愿啦，这样吃就很好吃的。妈妈里面放糖的 ，OK， 放黑糖的就很好吃的。嗯，好吃，滑滑的。电板可以用吗？电板啊，电板的顾客呀，如果你家里的很多窝不能用的那个炉，电子炉不可以用。
电陶炉，我这个是电陶炉，电陶炉啊可以用，电子炉不要买啊，不可以用啊，等一下买回家不能退啊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然后这个好了，很漂亮，这个就漂亮了，因为发酵了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漂亮了，因为它要放出那边发酵，不要马上就做，给它发酵一下，打打一下，它就做了很美了。因为我刚才马上就做，笨笨，笨笨 ，OK。然后我现在做马吉给你看，马吉也是很漂亮。要不要煮甜品呀？你们分享一下，要不要煮甜品？那个山药煮那个汤圆很好吃啊！啊，新的顾客分享上来，我如果要煮的话，我教你煮，太好吃了，那个山药煮啊，都很美的哈。哎呀，这个给我老公吃，我老公也是喜欢吃。baking powder 或 baking soda， 你放什么？啊？你放 baking powder 还是 soda？ 我放这个，这个是什么酵母啊？酵母啊？啊，酵母一点点啊，不能太多啊。英文啊，我也不知道的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OK， 这个来。Gas 可以用啊 ，Gas 可以用。煤气炉，很小的火就好了，好，不用大火。这个就是我。今天我老公吃，拿去吃，哎，快点，花色 ，OK， 那我现在做马吉给你看，马吉大粉，大粉顾客要拍照啊，炸粉，你们拍照下来，炸虾，炸什么东西都很美的，哦，用来炸虾，炸鱼啊，很多人叫你周老板。OK， 这个糯米粉，我现在做马吉给你们看啊，马吉糯米粉哈，糯米粉。对。糯米粉，我再拿一点粉，一点点好像煮的不爽。啊，顾客问，锅烧烧可以洗吗？烧烧可以洗，不要用肥皂，冲水先，然后才用肥皂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Hot can wash 啊，没关系啊。Hot can wash， wash 呀，浓力布你上啊，你上。我不滴真真啊。滴真真浓力布哈 ，OK， 我现在再照一点点。酵母一般用，他说一般要等15到20分钟。对的，我就是这样忘记掉了，因为那天有做很美，今天第一个不美，不美也是好吃的，我儿子讲好吃。哎呀，随便吃啦。啊，随便吃啦。酵母叫伊莎哦，伊莎。OK， 然后啊，这个做马吉的顾客，马吉的顾客，然后如果你这样200克的粉，这边200克的粉，然后啊，你们用这个粉掺一点下去，马吉做的很好吃。那个丹贝利那个，有一个我的顾客会煮了的，他最近啊是疫情在家里，哇哈，他说马吉做的成功，很美。OK， 然后一汤匙，我放一汤匙那个木薯粉。这个叫这个木薯粉啊 ，OK， 哇哈，家里什么粉都有。那我现在做马吉给你看，很好吃，很 Q Q 有弹性的，粉多少水多少，一杯粉一杯水。OK， 几杯醉几杯碰啊，200克。因为我这个杯跟这个杯一样的，一样的塞，我就这样平过来。如果你家里没有杯，就是碗一杯，水一杯就可以了，好吗？都可以的哈，一堆。炸粉哪里买？炸粉巴沙买的，巴沙，哪里巴沙都有卖，杂货店啊。卡巴沙烧也可以洗的啊，放心啊。不用怕，好、哦。然后盖子不能破啊，破了买不到嘞。因为韩国一套一套来的，没有多余的呀。老板从来不要多余给我的，就是没有多余的哈。你们只要小心一点盖哈，如果破掉了就不好煮了，买不到了。也不容易破。啊，不容易破，除非你不小心摔地上，懂吗 ？OK， 我现在做马吉给你们看。啊，锅里面给它热的里面啊，跟它滴两滴油。你看我面一个，这边一个，三个锅每天都在做，好，都可以的哈。开心啊，很好啊，每一个顾客都很开心，因为每一个顾客都在家里煮，太好了哈。几时有卖啊？招冰棒？啊，招冰棒，下个月15号、18号开始播，18号开始播啊。多少一个哦？这个啊，2.5吗？啊，这个是2.5，对，2.5立灯。
他在煮的这个是 2.5 L 啊， 2.5 L。 对，我现在放下去做马吉，马吉也是做得很漂亮，这样摇摇一下就好了。哈哈，这就说我吃东西讲话。好了，没有礼貌，那顾客流口水呀。对啊，流口水。我都很久很久。OK， 好了，这样好了，马鸡做好了，这个马鸡哈，啊，你们用小窝做就好了，小窝，小窝那个也是好做，那个送给你那个小窝也是好做哈，都可以的。铁板要等下个月哈、哦。啊，这个砧板啊，我家里用两年了，我本来是自己留一个青色的用，卤肉那个美女呀、啊，一定要买，等我送给妈妈。OK OK， 我家里自己留一个呀，也卖给她了。那、啊、这个还在用吗 ？OK 吗 ？OK， 这样了，摇摇一下，马蹄做好了，马蹄好了，这个一定要用那个木薯粉换一点。哇，那个马蹄很好吃，我也拿来蒸啊，蒸它会没气啊，我一分钟就搞定了，保证嘞，啊，我做很快的，一下子就好了，这个没有玩过的能快点回家玩，哇，这个最好吃的，最美的马蹄，这样摇摇一下，摇好了再放一点葱头油，如果有吃葱头油放葱头油，因为我家里的孩子不吃葱头油，他喜欢这个菜油就好了，我就再放一点下去，给它滑滑嫩嫩就可以了，很漂亮，美到啊。能快下单，因为没有货了。这个刚才有一个顾客过来我这边买窝，很好笑的。他说再买一个收，买四个了，还要再买一个，太好厌了。不要买也要买。还要一直买呀，还有顾客要买来收啊！谢谢你啊，太感动了。因为这个窝是这，你如果有去哪里都是很贵价钱的。如果有看过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窝最贵的，很贵的料。你去哪里欧居啊，是那个了，好多都有这个品牌。这个啊 ，recipe 啊是一杯粉一杯水。啊，一杯粉一杯水，但就是说我有放一汤匙的这个就好了。如果你200克的粉，放一汤匙这个薯粉，懂吗？然后完就是一堆粉一杯水一杯就可以了。好，一杯粉一杯水啊，就很好吃的。啊，这个马吉做好了咯，里面没有白白粉的咯。PMR 的咯。这个你看没有白白粉就熟了咯，好容易的哈。很容易煮的，超级。这个coating不会掉，这是 ceramic 的啊， ceramic。你们跟我讲会掉不要掉，可以 try 咯。反正如果第一次买我的窝，会爱上我的，可以 try， 因为价钱不会贵，又不是说整百块。你们怕哇，这个窝会不会坏呀？一下子就会呀 ？try 看我的品牌，因为我卖在巴萨卖的时候，所有的安迪会跟我买窝的人都很喜欢。第一，煮了家里不会肮脏；第二，家里的衣服也不用收。不愿收衣服的，因为他没有烟上来。还有很多顾客用过了，他说真的没有油烟，真的没有油烟，地上也不用抹了，也保证嘞。因为很多顾客讲的，不是我一个的，我里面的顾客都是这样讲的，你懂吗？好了，这个马蹄做好了，就是说不会煮的人很幸福咯。因为为了这个窝，天天都在家里煮咯。我有一个粉丝讲啊，以前都是打包，现在都在家里煮，肉骨茶也煮了，你煮什么东西我就煮什么东西，椰浆饭也煮了，砂锅饭也煮了，糯米饭也煮了，白斩鸡也煮了，你也煮了，白斩鸡也煮了，咖喱鸡很好吃也煮了，哇，今天还有一个卤肉的慕奈的顾客跟我讲，做那个娘惹的那个咖喱羊是黏黏的咖喱，有时候用那个菜做，好像番茄啦，好像红萝卜啦，拿来煮咖喱也是很好吃的，好像日本式的也是很好吃。顾客拿来用五号来煮，猪脚醋，很好吃，很好吃 ，QQ 的。这个不是木奈的顾客 ，Yes， 木奈顾客，因为他好喜欢啊，他五个我都买呀，他说超级好用，他朋友介绍他买的。谢谢你们。This one not heavy 啊 ，No heavy, no heavy。你所有的跟我买过 No heavy 的，你问他们。他们用过的人都很喜欢用的，吃到完啊！哇，太棒了！你呢？你呢 ？OK， 好了，这个马蹄也做好了。那我现在这个粉我儿子吃的不用紧，马上好吃。看你 cover 啊，哦，全部都有 cover。这个我一整套来的，一整套来的。顾客也是煮马蹄啊，很喜欢吃。耶，好啊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。我从来也没有卖相这么美的，因为刚刚好在家。可以煮到美美的东西，不用拿来蒸哦。这道具很好，很好啊，小小火啊，
小小火就好了啊，不要用大火啊，因为温度太热了，温度太热了。然后为什么煮饭就那么快？耶，那么好吃？因为它陶瓷做的，它不氧化材料，保证而已。它不氧化材料，就是你们煮东西比较好吃咯。如果你比如说嘛，家里的东西可以跟我比试试看，你家里很多窝吗？你可以比一下看看我的窝有什么好处，保证你喜欢的，保证你喜欢的。煮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也不一样的 QQ 嘞。因为咖喱鸡你加三个字就关火，猪脚出四个字就关火，因为顾客那个煮四个字的猪一窝满满的，他也是煮四个字关火，他拍过来给我看。啊，顾客用了炒菜没有什么浓烟，没有油烟，这个很重要，真的真的没有油烟的，赶紧下单，赶紧拿，清洁地板也没油，地上保证不油烟。我在煮完，我一个礼拜骂一次，我叫我女儿八一快点回来跟我妈弟哈，我很累哈。一个礼拜卖一次而已，因为我窝不油油，不油油，好像我每天煮这么多东西嘛。我 open 的厨房啊，我家里是 open 的厨房啊，没有肮脏。西游记都没有用啊，西游记也没有用在那边嘛，没有用的，都可以的哈，保证嘞，就是说让你们开心。好，你们啊，快点点单上来，就是说这个三号的现在是价钱拿一个 ，PC 拿一下，这个三号的这个是可以煮四碗粥。你家里的四碗粥啊，可以煮四碗粥，这个多少钱？30块，三炸，30，里面很深，可以炸东西，可以煎东西，炒一点菜，窝又轻又好用，又快，又快，快很重要。OK， 这个30块，然后啊，哎呀，风扇没有开，我热死我了。OK， 然后还有啊，这个是，热死我了。OK， 然后还有这个是四号啊，四号就是我煮的这个。这个四号多少钱？四号是35块，快点来抢！这个好棒，宝贝来的，要卖完了，每个安迪都买几个，因为煮的一窝放在那边，煮的一窝放在那边都可以的哈。你们拿回家煮皮蛋粥、鸡肉粥也是很好吃，这个窝，那个皮蛋粥、鸡肉粥、瘦肉粥也是很好吃的，好都可以的哈。还有这个，五号是最大的，刚才顾客讲猪脚醋，还有那个什么东西，五号猪脚醋。咖喱鸡，五号可以煮很多东西的，做白斩鸡，白斩鸡金花酱 ，OK， 这个是40块，细炸扣啊 ，OK， 然后还有这个窝，哇，这个是最美的窝，就是我里面我打广告的，我自己的品牌，他的脸在里面的、啊，脸在里面啊 ，OK， 我炸啊，50块呀、啊，这个窝 offer 价钱的，快点来买一斤。1kg 不会重，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家没有力气拿，很多年轻的也没有力气拿，你懂吗？这个50块又好洗又不会重，最主要不要太重了，窝浪费煤气，太重浪费煤气，很慢热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所有的你这边买三个窝啊 ，OK， 来我们送一个这个窝给你，我煮饭5分钟就熟了，我可以放3天不会超酸，保证呢，你拿回家煮3天超酸来找我，因为我都是放在里面。不会超酸的，好吗？不会粘底，不会超干，也不会粘底，也不会超干。5分钟就熟了，米多少水多少。如果你是糙米，水放高多一点，你就可以煮得到糙米，也可以煮得到，好吗？都可以的，买三个送一个哈，都可以的。然后我现在煎到第八大给你看，可以用电什么？电磁炉。电磁炉啊，颜色的锅不能用电磁炉啊，就炒锅才可以用电磁炉。这个是炒锅，这个可以用电磁炉，颜色的锅不可以用电磁炉 啊。对，只有我这个炒锅可以用电板而已啊。如果你这边的 colorful 的锅，只可以用煤气炉跟电炉，好吧？你这样放下去，这个落地八大很漂亮，你们拿回家自己可以放料，自己可以放料放下去啊。这个放下去，你自己冰冻的拿出来啊，然后煎的差不多了，你可以放鸡蛋，可以放葱，可以放起司，都可以的，好吗？自己配料。这个就是我现在自己配料，我放去放下去也是很好吃的，很脆的。它的连锅不用铁铲哦。这个窝你家里的很多安迪都学我用筷子，因为我在里面煮嘛，这边煮嘛，每个顾客讲我也学你用筷子，也不用洗很多东西嘛，试试看，保证让你爱上我的，保证嘞。那这个煎到第八大，然后你们在家里可以煎到脆脆。那第八大煎你要放鸡蛋，要放那个hen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去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第一次买锅，你不用开锅的。啊，不用开锅，
洗干净就可以用了哈，妈妈你们洗一下就可以用了，也不用过油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好吗？都可以的哈，好漂亮，美到啊，美到泡泡，这个窝值得你买，煮东西快，顾客讲很快就熟了。好，现在落地巴带一下子就煎好了，小火啊，落地巴带也是用小火煎，不要用大火就对了哈，赶快行动，因为这个窝要卖完了，没有了，顾客一个介绍一个。那个顾客讲，我跟你买七十多个窝，两个礼拜买七十多个窝，因为美呀，很漂亮啊。这个尖，不是，会不会买错啊？这个为什么东西包这么薄薄？看看，应该是拿来包东西的嘛，应该买错了，这个应该拿来包东西的。我没有放油啊，因为刚才马吉做的里面有油的。你早上起来，如果你不会做的人，去NTC 要哪里买那个冰冻的那地巴达放在冰橱嘛，你要拿来煎啊，要拿来包啊，都很好吃的。拿来包这个煎好的，拿来包那个鸡肉啊，鸡肉炒一下，拿来包也是很好吃的，因为它很多作用嘛，早就是不要用大火就对了啊。我跟他放两滴油看看，因为这个不知道，我今天应该买错了地巴达，不知道什么来的，我丢掉了，那个纸丢掉了，买了好像很多东西哟。这个在那个新手买的，看看它会不会脆，会不会脆，那都可以的哈。很多啊，很多顾客煮了很开心，砂锅饭一定要煮啊，砂锅饭哈，砂锅饭必须要煮。超级好吃，因为你家里呢，如果有饭窝煮，它的饭黏黏的，这个窝煮出来 QQ 的。还有啊，糯米饭也要煮，很多顾客分享很好吃糯米饭，你们里面的粉丝讲一下糯米饭好吃吗？糯米饭都煮了很好吃 QQ 的。哦，没有开火，哦，没有开火，一直讲话没有开火。那现在开火了，好，很棒，这个窝值得买。你们买回家很值得。有一个顾客跟我讲，我原本母亲节要买都没有买，每个朋友都有买，哇，我现在要买了，不买不可以了。每个朋友都煮出来很漂亮，煮东西很好。这锅六月份有到货吗？没啊，没有了呀，六月份是那个大的窝，那个两边大的窝32cm，我那边你有看到我哇塞那边有一个打广告的吗？那个窝，那种窝，好，那种窝。五号锅煮白斩鸡要多久？15分钟。你如果买12块的鸡羊，15分钟；如果你买16块的鸡，20分钟。你不要马上打开，给它大火滚了差不多时间到了，跟它关火放住那边，不要马上打开，啊，都很好吃的。28cm的炒锅我们已经没有了。哦，卖完了，卖完了。但现在剩下这个咯，32的窝咯。32的吸烟，剩下这个了，没有了，这个也是剩下一点点的哈，谢谢你们。如果你要另外一种的哈，那种两边的耳朵的，我们还有。放下去了，脆脆的，很脆呀，很脆很脆。这什么来的啊？应该买错了，罗蒂巴巴买错，买到印度煎饼。买到那个印度人吃的那种，他煎好了拿来放东西的，买错了，没有这么薄的，比较厚的嘛，买错，这个买错了，以为这么多贪心，买了好多回来，这个是应该拿来包东西的，也可以煎的，煎的也是很脆，它这个应该没有油的，它印度人那个有一种干干的煎出来的那种，应该是那种。放一点油看看它会不会脆，因为它没有油啊，不会碰上来。哎，现在碰上来了，要一点油，它现在碰上来了。四号锅我还有两个。还有两个哈，谢谢你。太棒了，很美呀、啊！我昨天煮麻辣锅咯，麻辣锅就是用这个咯，一窝做菜，一窝做肉，好、都可以的。这个马吉就懂啊，马吉呀、啊，懂啊，现在上面放花生。上面放花生放下去啊，就可以吃了。我按的那个花生也卖到完了，我一做东西都卖到完，找不到。我今天要去买花生也找不到。
啊，苏阿弟他说糯米饭蒸的十分钟就好了。啊，十分钟就好了，真的没有骗你的。砂锅放也好。耶、yeah, ，他好快，他好快，超级快，容易煮，超级快，容易煮。锅也不粘锅。啊，不粘锅又好洗。下面也不会烧焦。嗯、不会烧焦，外面这个卡勒也不会脱啊。你们如果家里有用的卡勒也不会脱，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娘都在用。我自己本身都在用，卡勒也不会脱，卡勒呀，卡勒都不会脱的。啊，你们买三个送一啊，都有 free delivery 哦。啊，你们的买过来，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然后 free 一个这个，送一个这个窝给你，这个窝手柄的窝送给你们，好吗？手柄的窝送给你们。啊，随便上量啊，都有送一个一号的窝。哦，这个是买错了。那第八大跟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印度那个那种啊，好像叫 Apple 啊，是那种的，印度叫 Apple 嗯，不一样，我买错了，没有看英文，脆脆的，超级脆，很脆，哎呀，很脆，超级脆，不一样的，跟那第八大不一样的。OK， 好了，这个好了啊，嗯，你们要看价钱吗？价钱就是这个就是三号 CP 三号，这个30块，三张。CP 三号，好 ，CP 三号，这个很漂亮，现在红色很美，很漂亮，美呀，美到完了，这个颜色很漂亮，很出色的，然后完顾客拿回家，哎，拿回家很美呀，因为我这边灯光嘛，灯光回家很美，然后还有这个是 all in 的 ，all in color 哈，因为我的卧座很美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色，两种色，那你们很开心，两个色，因为我的卧都做得很美，我自己做，你塞的锅都很美。还有这个是CP 四号 ，CP 四号啊 ，CP 四号这个是35块哈 ，CP 四号35块，很漂亮的、啊。这个窝很漂亮的，美到完的哈，美到完的哈。OK， 然后完、啊、这个是刚才顾客问我，这个是煮咖喱的，白斩鸡的，猪脚醋的。如果米粉很多量，也可以用这个窝炒，也是很好吃的，好吗？啊，颜色的锅不可以用电磁炉啊，嗯、颜色的锅。啊，这个糯米饭很好吃的，很甜的。OK， 然后这个40块，细甲扣40哈，40。只能用在煤气炉或者电陶炉。拿完这个是我最美的窝的，这个50块，我炸哈。这个就可以放在电磁炉啊。这个就可以电磁炉要买这两个英文字 IH。就是电子炉的这个，好吗？啊，都可以，这个就可以用啊。如果你家里的电子炉的，下个月跟我买咯，下个月15号跟我买，好吗？如果你家里的没有什么炉都没有，我就一个电子炉，好吗？你下个月跟我买，我是老实的，不要骗你，好吗 ？OK， 然后还有这个窝送给你的，买三个送一个，这个煮饭啊，3天都不会超酸，保证的。3天啊，你拿来煮3天都不会超酸的窝，保证的。还有啊，不粘底，也不会超大。多少时间就熟了？5分钟，米多少水多少，5分钟就好了。然后你们在家里如果要煮这个饭，如果你家里有吃橄榄油的人，橄榄油放2滴煮饭，饭很香，你试试看哈，很香很香的。买三个送一个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。随便买三个啊。对，买三个送一个。然后我这个窝啊，我现在那地方袋也煎好了，然后我就不煮了嘛，因为。要买三个吗？没有人吃啊。Buy three get one free。买三个送一个给你们。然后我现在这个面要跟它弄烧汤，下午煮的嘛，下午烹饪的嘛，这个面弄烧汤，这个面弄烧汤很好吃的，你们值得买。外面啊，买一个这个韩国盖，买一个都要10多块了，10多块的盖一个，因为这个盖很好的盖，很好洗啊，很好洗。我现在放下去这个面。对啊，炒一下，弄烧汤。等一下，我儿子还要再吃。很好啊，我这个下午炒的呀、啊，下午炒的啊，我放在里面。这个窝你买回家，你煮好的东西不要一直打出来，放在窝里面，窝都不会受伤，你懂吗？你放在窝里面不会受伤的，不会受伤的哈。我要弄烧汤，等一下再吃。下个月有这个 IH 的啊，如果你要电子炉的顾客，等下个月才买好吗？下个月才买啊，拿过来给外婆看。嗯，你看还在做工啊，你懂吗？还在做工啊，嗯，嗯、啊，
天天都在做啊。这个拿来炒一下。啊、，LC， 我可以啊，示范糯米饭。糯米饭啊？今天没有证明。你明天嘛，好吗？啊，明天下午进来看，好吗？我保证煮给你看，好吗？因为晚上煮太多，没有人吃。我笑人还有这么多，你明天两点见我，明天两点见，好吗？你快点抢手，你喜欢的非常要买，因为没有了，卖完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我弄烧它，弄烧它，不用什么的，一下子就弄烧了。放一点水下去，因为太油了。我昨天他讲他的咖喱鸡煮后啊，啊、还没有洗锅的时候就用这个厨房纸啊抹了，然后很容易洗干净。很容易洗，韩国嘞，洗碗盆也会油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特点啊，你们买回家炒辣椒超级好吃，炒辣椒超级好吃的哈，都可以的。OK， 你现在这个面啊，你放下去炒，我下午煮的吗？那我现在弄烧它，等一下还可以再吃，因为它不粘底，你就容易煮，懂吗？最容易煮。好了，太美了。你看，它菜也不会容易变色，菜也不容易变色。下个月爱去包。奶妈要吃吗？奶妈要吃吗？吃不到、嗯、好了，闻得到吗？香香味道闻得到吗？很香很香。好了，Shirley 他说下单有看到吗？我们会啊助理会啊、你下单我们马上帮你做，不用怕。明天如果你今天下了单的顾客，明天都会收到货，因为四个人车在跑。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我们的功能也要感谢你们。啊，说疫情这样吧，你们给我的姐妹的能做，也是要感谢你们，好、啊、感谢你们，真的感谢，感恩的心，感谢你们，很美呀，很漂亮哈。啊，维尼讲24啊。四号啊，24cm的锅没有包两边手柄啊，但是手柄它是整个模具做出来的、哦。嗯，对，啊，这个就有一点翘，上一次的就是这样，这样也 OK 啊，上一次卖的就是这样也 OK 啊，它都有柄拿，都有柄拿。因为它可以放进 oven 里面哦。啊，对，韩国人都是煮的东西，拿意大利面啊，你放到70多多啦，拿来烘一下都没问题的，好像你们拿意大利面煮好了嘛。那个喜欢那个上面铺那个很多，因为我买不到去外面厂没有买到去死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煮。如果有的话都可以。四号啊，金南要买四号啊，金南，我都要四号跟他订一个出来的嘞。那个安迪跟我买很多屋啊，他家里有几个都是我的屋啊。那个里面那个金南，我跟他收一个了，他还要这个，他说很好煮。他介绍他的妹妹姐姐会煮吗？那个金南安迪啊。因为他跟我买很多年窝了，他家里都是我的窝，很多年了，乌鸡巴道的顾客，乌鸡巴道的顾客，我送去他的家，他跟我讲，你看我这么多窝。五号有没有别的颜色？好像只有这个 color 了，现在只有这个 color 了哈、啊，因为卖完了，这个 color 剩下30了，30卖完也没有了，三十、啊、个，剩下30顾客，30卖完也没有了，结束了。嗯，这个礼拜应该会卖完的哈、哦。对的。嗯，谢谢你们啊 ，Thank you 啊。下一次啊，哎、啊，下一次，下个礼拜 啊都没有货了啊，赶快下单，赶快下单。弄烧它，它整面炒出来也是很漂亮。比如说你吃不完嘛，拿来炒一下也可以的。感恩的心，啊、我家的感谢命运，太美了，太好了、啊，太开心了，我又要唱歌了，又要奔波子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我们韩国老板娘的是说，我家的锅好，这个炒锅啊没有油烟，你不用怕。耶、嗯，这个炒锅是我家的锅，这个没有油烟的，保家的。啊，我们都不用开油烟机的。对，自己油烟机都不用开的。因为很深吗？锅很深吗？好，锅很深，很漂亮。好，
你们就是说买三个窝，我们送一个这个窝给你咯，送一个这个窝给你们咯，送一个这个咯。啊，我现在呀、啊，拿来炸那个江玉仔给你看咯。江玉仔，我的朋友啊，朋友那个跟我买很多窝啊，他喜欢我炸的江玉仔，他说外面买的江玉仔每次买的不美，为什么你买的这么美？我到现在又要炸给他，他等一下过两天他的哥哥来拿，又要炸给他。他跟我讲江玉仔炸一点给我，他现在我这个窝没有地方放。啊，你们都是我们的粉丝啊，有买我们都会有 offer 的，不用怕。有 offer 价钱啊，保证 offer 啊。啊，这个华丽粉丝问，嗯，几时会可以去在巴萨卖，可以通知我吗？哎呀，巴萨没有啊，姐姐，现在呀，巴萨里面讲六个月啊，你懂吗？六个月啊，咱现在我就是在网络做网红了。巴萨网红没有了，我喜欢巴萨，真的很喜欢，因为我做、啊、对送的就是他手上现在、啊、我手上现在我拿来炸东西给你看、炸东西给你看，有手把的啊，送的这个呀、啊、我现在炸江玉仔给你看，没带完的哈，24cm 是从哪里连到哪里啊？就是从一边连到另外一边就对了。保证好运哦、啊，不用想那么多，保证好运，不用担心，保证买回家不会后悔的，不会后悔，因为这个窝很抢手的，我在手上才玩，母亲节玩到现在吗？一下子就卖完，很美的脸，很美的脸。哇，有顾客说要比翻，听到你说你来了这个电磁炉的锅。电磁炉的话你翻不了咯，因为我们有证明跟你讲了、哦、你翻不了哈、哦、因为我们请人家送货了哈、哦、你翻不了，谢谢你们哈、哦、电磁炉的不能用啊，因为我有跟你讲电磁炉的不能用，一直讲的，每一期都有讲的哈、哦、那我现在放下去炸，这个江玉仔炸得很美，我洗干净了，因为我晒干了，我一般来说洗好了跟它晒干了，放在冰橱，放结冰，放结冰哈。OK， 然后我现在放下去炸，一点油就好了。那油给它，窝给它热好了，这个江玉仔放下去，一点点油就很脆的，脆脆的。我们现在的这个泵啊，最大是24cm 啊，不是30cm 啊，已经。这个窝都没有再来的嘞。这种窝没有再拿，红色的没有了啊，也全部没有了的，下个月是来那个很大的窝嘞，很大的窝，你懂吗？送的是18cm， 送的是18cm。因为这个你们没有看到吗？手机里面嘛，很贵吗？这个窝啊，你去哪里都有卖吗 ？Yes, do can use 啊 ，Yes, do can use 啊。也煤气炉很棒，你们煤气炉买煤气炉很棒哈。Induction cannot use 啊 ，Induction cannot use。我现在炒这个江玉仔没有油烟的，江玉仔也是没有油烟，炸得很美。炸得很美，很完美。不是新的，它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啊。五号这个是米色，刚才顾客讲也是很漂亮，送去他们家也是很漂亮。这个因为我灯光，你们在家里很美，很美的，很漂亮的。这个因为我漂亮，最后一次卖吗？这个最后剩下几箱的了，剩下几箱了，没有货了啊，没了了。谢谢你们支持。这个五号我也是，这个红色我也是喜欢吗？我故意留住最后卖呀，也是很美吗？不美吗？啊，安某海南，这么美呀、啊，真漂亮。OK， 好了，我现在江玉仔也炒好了，漂亮极了。它就是没有油烟啊，保证没有油烟，保家没有油烟哈。昨晚你来拿的没有手柄？傍晚，应该是今天吧？今天。哦，你刚刚来拿的是吗？你不是要二号吗？阿明。刚才那个顾客来你家拿的，你说他二号、哦、那个二号了，你说要二号了，姐姐，是你说要二号的 啊, 啊我全部给你红色吗？那时候我送给你的，送给你的咯、啊给你一整套咯，给你美美的，是你要求的，我们给你的 啊, 啊对，我本来包了这个，你说你要二号，懂吗？不是、okay、不是，我们没有给你手板、啊、快点再来买，不用紧，反正你是我的窝迷，你是我的乙迷，没有找到我不行。他刚才老公也是讲我老婆是你的乙迷来的，快点再来我家拿，好、把这个炸好了，这个拿，这个也是很漂亮。如果你不要，可以拿来换。二号你不要拿过来换，可以换的，啊、因为这个是我的很多年的
顾客呀，顾客卖了很久，他喜欢我的窝，他说哇找不到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幸好网络播，他说很高兴今天买六个窝，五个六个窝，美容膏买三只，那个美容的买三只，他说我信任你，信任你。OK， 好了，这个章鱼仔炒好了，美吗？睡吗？睡吗？睡。睡了。OK。好了，我现在拿一个盘子装，抓一点地修，因为油跟它吸掉。完美的料啊！很多人打电话来呀，可以运来美国吗？可以运来马来西亚吗？可以运来印度尼西亚吗？我说运不了啊，我运不了。OK， 这样脆脆的。美的危险，我自己出钱哦，还有一个美国的人啊，因为我们网络 Facebook 嘛，他们可以看得到吗？我自己出那个那个什么邮费的。对的人说他问他要买一号、三号的两个，可以这样买吗？不可以啊。不可以。哦，因为我们一号是一号我们是送给顾客，现在没有卖的，谢谢你们啊。OK， 那我你们你看美吗？有美哦，淡薄油就好了，很美，这个炸出来很美的。你如果喜欢这个炸好了，放一点糖下去更好吃，更好吃哈，很美。那我现在呢来炒一点花生，花生，因为跟它一起放下去很好吃。我 water was better oil for CPU。如果那个油啊冻到水啊，会喷吗？喷了你自己看喽，油肯定跟油跟水一定会喷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我稍稍可以冲水洗的哦，懂吗？油跟水一定会喷啊，不喷是假的啊，不喷是假的啊，你懂吗？最主要这个是科学啊，科学。OK， 科学。最主要我稍稍洗窝没有渣，你看到有听到渣吗？没有，就是水放下去它冷死死的在那边，没有渣的，没有渣就是一个好窝。你家里的油水放下去，哇，渣上来就是很多烟。我这个窝就是没有油烟，没烟雷，好吗？我现在炒花生也放下去一起，很好吃的。OK， 我现在炒花生。让我跟他卖一下啊，里面的油我没有放回家洗的，我跟他这样卖一下就可以了，刚卖一下就好了哈。OK， 我现在花生。你们这样洗一下，放一点盐。这样，弄一下，弄一下，按摩一下哈，按摩一下，你记得的，不要放油先，放下去炒一下，给它那个水分干了才放油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快点来买，因为抢到完了。保证没有货的，啊！保证没有货的呀、啊！快点来买。OK， 现在开火，给它烘干一下。等一下放一点点油，这个很脆很脆的。那个益顺的美女药啊，又买好多、啊，谢谢她，太美了。她买好多，她家里的姐妹应该也多了。她反正每次我有新货，她一直买的。一直买的。哦，现在他在做这个炒花生啊。是。水给它干先，花生你有洗吗？水给它干，干了等一下放一点油下去。48cm。这个是属于。十八cm，属于最小的，好像是送给你们的。2大块粟面，4杯水，4杯米，这边我3杯米，你可以煮到4杯米，这个我可以到4杯米都可以的，5分钟就熟了。我放住这边，3天都不会坏。我等拜一吃，今天煮拜一才吃，都不会坏。OK， 2滴油，水干了，放2滴油，把你放下去炒。一定要用小火啊！一定要用小火。开心吗？开心，所有的顾客都开心。那个安迪跟我讲，照销照得很美。哎呦，从来没有煮这么美的窝，从来没有做过了，很开心哦。
哦，你们昨天订的，哇，应该全部都收到了。都收到了，四个人在送嘞，谢谢你们嘞，啊。应该都收到了，如果有漏掉的话啊，你要啊提醒我们。那个单边的安迪收到了吗？那个养很多狗狗的，那个安迪太可爱了。OK， 好了，今天应该收到了，我的不能没有回应，应该你收到了。好了，这个就炒得很美。包公也可以包啊，如果你家里的喜欢，因为现在疫情啊，包公买不到，我找不到包公，包公也可以包的。十八鲜的锅现在我们没有卖，没有卖，我们送。送给顾客，你们买三个或送一个，送一个。那这个很美呢，漂亮吗？哦，漂亮。是什么？炒花生啊。嗯。那个拼料，收到了啊！谢谢你们。美吗？收到了，顾客美吗？很美哦，放在家里很美的。哈、啊、收到了。Justin, 谢谢你了。是你吗 ，Justin？ Justin 是潘小敏啊。啊，潘小敏啊。哎呀，哦。很小明啊，嘿嘿，我五只小狗，五只小狗，那个安迪家里养狗喜欢养狗，应该安迪在里面，他说天天都在看我，天天都在看我。昨天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放住那边一直等待这个，哇，想不出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啊、我也是兴奋过头的。如果你们是在 Facebook 里面啊 ，B N 啊，你如果在 Facebook 里面不会不见，会弄掉，因为他打电话给我，一定会弄掉，因为我做了都忘记了嘛，忘记了。电话太多了，太多太多，太忙了哈。哦，明天做不工啊，明天。没啊，买不到啊。买不到玉米。你买给我，我做。买不到，买不到，我去新生也看了，哪里都看了，都买不到。我也想做啊，我喜欢吃啊。Popcorn。是我叫 Justin Tan。Justin Tan。啊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这个花生也炒一下，那这样啊，差不多好了，谢谢你就要帮我了、啊。收到货了、啊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们，一定要煮啊，一定要煮比我美。啊，要那个一定要煮比我美，这个才开心。我是阿嘎嘎，你们更美，你们更棒，好吗？你们更棒。阿嘎嘎，阿嘎嘎的，我很开心的。阿嘎嘎做人，我跟我老公讲，不要想太多，阿嘎嘎做人就好了，哦，不用想很多，啊，嗯，想很多没有用的，不是以前的年代，新的年代不同了，啊，不要想太多。少油啊，花生少油炒、啊。少油这样，我这样油就可以了。不用多油啊。不用多油啊。哦，这个十八鲜也要卖完了，没有卖的，哦、这个是没有卖的。剩下一点点的，剩下可以看得到了哈，可以看得到一点点的。真的是没有货了啊，真的是没有货了。好漂亮啊！快点来买呀、啊，煮饭也好吃， yes, you can 什么东西都可以。You can buy too, no problem one. For free delivery 啊， can buy too。一定要买，不要麻烦，不会后悔。比你家里的什么窝都好用，你拿回家啊！先用我一个窝煮粥，那个粥会甜的，那个白粥啊，白粥滚了滚了几滚就要关火了，它自己会熟的啊！不要一直滚滚到它烂啊，等一下太烂，你懂吗？滚几滚就关火。顾客说要买包工给你。可以啊，拿过来，我马上做。哦，可以，你买过来给我，谢谢你，我买不到啊。我这几天都没有进入、啊。来啊，你们要买啊，骗我们啊，骗我们啊！骗我们，我们女儿也在做，还有儿子也在做啊，还有啊，哎，你们的顾客呀、啊，我在这边分享一下啊。如果你们有买保险，跟我讲，我女儿在卖保险，谢谢你们，我帮她打广告，支持她年轻人，支持她年轻人。什么保险啊？妹妹在做什么保险啊？什么保险都做。什么保险都做了？没有的，乱乱讲话，不可以乱乱讲话的。他是你们的理财顾问哦、啊、，financial advisor。哦、oh, ，OK， 这个好了，这个脆脆的不关火的啊，我是关火的，不煮了。Yes, yes, good and cook, mochi very good. Mochi very good， 这个还是弹性，那
这个还是弹性。你们的家不可以煮马蹄的。走，你看，很有弹性，很好吃。我们的锅才可以煮马蹄。对的，最美的锅，啊，最美丽的，我现在放进去，跟这个江玉仔跟这个花生放在一起，这样拿来吃，很好吃的。OK， 你们有什么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来啦，省价钱给你们听。OK， 价钱给你听啊，因为这个窝我要卖完了，我喜欢吃。吃啦吃啦。不可以呀、啊，因为喉咙啊，喉咙宝贝，你看啊，你们看，烧烧都可以洗的，没有烟的，烧烧洗啊、看啊，你看啊，我水开，没有烟的，看到吗？我烟呢，保证我烟。也没有渣渣声音、啊。没有渣渣声音的，我喜欢。OK。那我现在冲水，冲水呢你们才放回罩。比如说我现在冲水，冲水我才放回罩，好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你跟它海绵摸摸一下就好了，好像晒晾一下就 OK 了，洗干净了，油也洗干净了哈，都可以的。很容易洗的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是马，怎么说是？OK， 我现在这样抹一下了。你们每天都要抹干净，干它。比如说有水分的东西都要抹干，你放在煤气炉不容易肮脏，好吗？不容易肮脏。那这样的话就这样。你看，我跟你讲啊。阿嘎，他说阿嘎阿嘎是马来语。哦 ，OK 啊，我给你看一个锅，我用了应该有用了三四年了。那个今年的安迪家里很多。这个锅我放盐，因为韩国锅很美呀，贵生锈的。这个又来炫耀了。为什么炫耀呢？因为这个锅我卖很多年了，很多顾客家里都有。你看我颜色还很美，我拿来装什么？因为这个呀，这个海蜇呀，海蜇是盐腌的，拿完你家里的锅经常会生锈，这个海蜇放上去也会生锈。拿完我盐巴腌的都不会生锈，我故意用这个锅腌。因为它放在里面一整年都不会坏的，盐拿来腌啊，因为这个是陶瓷锅，你很多料放在这边里面都不会坏的。这个没有卖呀，这个是我以前很久的嘞，卖很多年的哈，没有卖的，卖的现在是这个锅比较高，比较深，你这个锅比较深，你看，你不一样啊，我换过来，你这个锅比较煮多，因为深这么多，高吧，高度这么多，一样的塞，高度很多，高度很多哈，都可以的。那我这个是我。很多年前的，那我家里很多窝吗？我拿来装咯，装这个盐咯，放进去里面。OK， 拿完，我现在想价钱给你看。海蜇哈，英文叫做 jellyfish。我每次去中国，好喜欢吃这个。拿这个呀，我现在想价钱给你看。这个是CP 三号 ，CP 三号啊，三号多少钱？这个是30块三张。三张老人家买回家炒菜煎东西炸东西炒菜煮饭煮粥煮汤都可以的，保证的，懂吗？OK， 30块三张 OK。 然后啊，还有一个，这我最爱的窝，这个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用这个窝煮的，这个就是多少钱？35块，24cm 矮的35块呀。 CP 四号 number four， 四号 number four 哈。还有啊，这个五号是高的，很深，白斩鸡、咖喱鸡、猪脚两个都可以煮得到，两个猪脚都可以煮得到。这个多少钱？40块，外面卖100块。因为什么卖要卖100块呀？我给你听一下，有回音，就是里面有保温作用。你煮咖喱鸡三个字就要关火，有保温作用啊，保温啊，保温作用 ，OK。这个是细渣40块。还有啊，还有这个就是我每都是在巴萨卖的，每个安迪都叫我韩窝。你几时来益生中班，几时来单边利828，几时来卢乐504，每个安迪都在追这个窝。这个窝现在50块，我扎50块呀、啊、我扎你这边的所有的帮我买三个呀、啊、我送一个这个窝给你。送一个，刚才炸东西都是用这个锅炸的，这个煮饭很好吃的，3天不会超酸，保证的。如果你家里的饭锅会超酸，用这个锅煮一次放出那边，不会超酸的锅，好，都可以的。这个送一个给你们，好，然后啊，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我就下班了，因为有一点累了，那还要去货仓做货，现在还要去乌伦那边货仓做货给你们，明天
马上完美的送到，还要做到两点。可以拿来蒸鱼吗？啊，蒸鱼蒸不了，因为没有东西。这个我可以蒸，这个大的我可以蒸，好吗？这个我可以蒸啊，我下一次表演这个我蒸东西给你看，这个我可以蒸啊，这个我蒸不了啊，完美的窝啊，你也不会忍心进去蒸，太美了窝，好吗 ？OK， 好、啊，开心吧，你们一定要周末要开心啊，一定要在家里烹饪，煮给家里人吃，要想煮什么东西，敢敢煮，不会后悔的。啊，都可以的。我有一个卤肉的那个900多号的，应该可以买。家里的10个窝都有的嘛，什么color都有。我反正color拿出来他就买，color拿出来就买，太好了。哦，你拿这个炒锅，我们现在没有盖啊。啊，没有盖，因为32的窝，我以为你家里都有盖。但网络那边很多人没有买过我的窝，没有盖。你如果就等我，下个月我有盖，6月15号就来货了，就有盖，好吗？就可以了哈。你如果没有盖的人不要买，等下个月才买。有盖的人买，因为现在 offer 50块，下个月是不一样的价钱了，好吗？啊，谢谢你们啊！也没有送了，下个月这个我都没有送了，磨掉了，磨掉了，我生不出了，生不出了，因为韩国那边也没有货了，也没有货了。好，谢谢你们分享。他那个爆米大心，哎，这个呀，哎，脆脆的，很脆很脆的，哎，很好吃的，没有做过，很美，很漂亮。我花一点点盐啊。咖喱煲不可以用懒达参啊，这个咖喱煲就可以用这个电陶炉，这个叫电陶炉，电陶炉啊。Hello gun 啊，电陶炉才可以用。那、啊、煤气、啊、电陶炉才可以用。Gas 炉啊，电子炉不要买呀，等下我不能退呀，不能退的，因为我请人家送过，都没有赚几块钱。等一下要去拿，没有可能的事情哈。OK， 谢谢你们。哦，家人们，他说怎样煮那个熟悉的饭。啊啊，熟悉的饭啊，刚才他熟悉的饭你放那个醋咯。刚才他煮到超修。超修你就是太大火啊，美女，超大太大火了，一定要用最小的火，你懂吗？他也不会粘底呀、啊，你会不会粘底？会不会粘底？有没有讲出来？没有。没有啊，会不会粘底？你问他，保证不粘底的吗 ？Jamming 会 stick 吗？会 ？Can the rice stick to the pot or not？When you put the rice, huh, you have to add some vinegar into it. For sushi rice, huh? Okay. 啊，还有啊，刚才你们祝贺她老公啊，啊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祝贺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老公很客气的，客气死的。Okay.我们就这样嘛，我就开始去备东西嘛，好吗？明天就送到。28cm 的这个炒锅，我们现在还有盖，但是锅没有了，没有锅了，盖子还有。有啊，你们如果今天一个两个嘛，好像剩下一两个而已呀、啊，没有什么货了，我不敢播啊。等一下你看每个人都要的话没有了，你边过来看看，我们数一下看看有几个好吗 ？OK， 刚才他问那个。熟悉的饭哦，他说不会粘锅。啊，不会粘锅啦，就是你太大火了，哈，啊，会粘。Yes, cannot use on industrial cooker 啊 ，this one is not industrial cooker, this one is ceramic cooker, okay? What brand of the cooker? The cooker is called Mistral. Mistral ceramic cooker 啊 ，it's not induction 啊 ，this one got the fire one. Yes, water.水跟米啊一样的啊，比例哦，啊 ，same portion. One cup of water, one cup of rice. 要用 small 的火开始煮，不可以用 medium. 用 small fire 啊。small fire 啊，一定要用 small fire， 不可以用 medium， 好吗 ？Thank you. 开始就是最小的火煮就够了，哈。谢谢你们，感恩你们，啊，感恩你们啊。啊，明天见啊！啊，明天见啊！这里面如果有马来同胞还是啊回教徒啊，我们都祝你们哦啊，这个海拉呀啊，这个饼就是，那个印度人那个那种饼啊，这叫 Eton 的那种，嗯很对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哇，太好吃了，好脆。
如果你们想要下单的话，哦，越早越好。赶紧赶紧，因为现在没有货了。越早越好哦，因为我们要睡觉了。我们真的是这个订单太多了，每个晚上都要做到三四点，真的哦。太多订单了，谢谢你们啊，感谢，一定要感谢。因为我们要准备明天早上啊，送货员啊，送货员还来把货啊带走，啊，让你们啊每个人啊第二天都可以拿到货。我们的送货员都很落力的，很努力的去啊服务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送货员。哇，这个也是脆的，这个窝真的很好，我觉得不那顾客炒花生，这个窝真的很好。很脆，很脆很脆，脆到完。还有这个应该我买错了，是什么印度那个什么饼来的，很脆，也是很脆，也是很好吃。不是罗迪巴达，是那个什么饼来的。啊 ？OK， 谢谢你们了，拜拜。晚安。也谢谢你们。让你们睡好梦。OK， 拜拜。哎，什么嘛，哈利亚。嗯，祝你哈利拉亚都愉快，周末都愉快哈。快点疫情快点结束，我们最开心的，对吗？嗯，最开心的。哦，这个 KG 澳门砂锅饭怎么煮？明天下午来找我，好吗？四号可以拿来煎鱼吗？你自己揣嘛，你叫揣。你去煎那个日本的什么鱼来的？沙巴鱼很好吃，日本沙巴鱼很好吃，去煎。明天去买沙巴鱼煎，脆脆的，好吗？自己喜欢，要玩什么东西自己喜欢，好吗？我明天也去拿沙巴鱼煎，我喜欢吃沙巴鱼。都是少鱼煎。啊，明天我煎沙巴鱼给你看，我去 NTC 去买，我家里的冰厨没有。要有货才可以啊。有沙巴鱼有，我有看到。好了，拜拜。明天见。谢谢你们的分享啊，快点order，order要完了，没到完的。快点啊，马上order啊，不然我们没得睡觉了。OK OK， 拜拜。我拿一个罐装，明明我有。